多人其实已经太久没有出国了，所以大家都很开心。然后我们现在到一楼这边，就是有很多出租车子的柜台，我们就是租这一间的，所以现在是要打电话到他们那边去跟我们说我们的号码，他们会来接我们。这样我们订的是这一间 Poplar， 然后用这一支电话，然后打他们内线，然后跟他说我们的定位号码，他就会来接我们。耶，我们买好了饮料了，我们刚投完币了，超兴奋，我们还拍照，好像第一次来日本一样。来到日本第一个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用投币机买东西，是在台湾喝到的味道过来就是不同。刚好我们也有一些零钱来用。然后我们刚从机场搭接驳车过来这边，大概是5分钟的时间，蛮快的。这一次是我们四个人一起的行李的量，然后我们有带雪板，把雪板麦丁什么都拆下来，只有雪板而已放在这边，然后我们坐在这边跟这边。不能带太刚好的行李的量，一定要超过，不然可能会放不下或太挤。这是我们这次租的车，就是 Toyota Sienta 这种的车款。便利商店超好逛，然后我们这一群人很太久没来日本，大家都吃得嗨翻。光逛便利商店就很开心了。哇，我要买这个！对，来日本大家都说日本吃的东西没有了。对，奇怪，在这个地方就是想要吃冰哎，为什么？啊，因为北海道牛奶很好吃。买了 road trip 必须的东西。对，饮料跟饼干。开车到睡着。这个雾不是那个啦，玻璃的雾了，是外面。玻璃的雾加上外面大雪的雾。织布湖。真的，看一下你的外套。走。外套怎样？这里感觉很快。下去啦。好，我们现在到了你 Seiko 门要煮雪具的地方。我觉得真的是很适合，如果要滑雪需要租雪具的人，前一晚就来先来这边拿。对啊，不错，省时间。嗯，好吃。拿着就有香味了。对，而且真的是要大口咬才可以吃到，而且它就不是那种小小一片的那种。对对对，它这个皮好像比较像 burritos 的皮。嗯，我们现在开在我们滑雪度假村里面，然后大家看着外面的度假小屋的惊叹，太美了。哎，我的手啊！
跟冲浪一样。对对，那雪就在板子上面啪啪啪。对，然后那边也没什么人。第一次滑雪看不到自己的板子，那板子就在雪里面滑。对，就是把这里放弃，然后前面这里就比较多人了。喜马拉雅山碰到雪难的人，不是会觉得很热吗？幻觉，他在踩雪啦，因为我们的车子被埋住了。因为今天下大雪，这整个都是有一个什么，有一个大冰块。你挖到草？对啊，清雪要清一阵子，这个雪太多了。怎样？要上车吗？啊！哦。不要用到脸，对不对？用到脸也没关系。没有用到脸，靠近你的鼻孔。有干没有感觉？好了吗？我可以感受到我离开的那一天。就是这样子被埋住的。对，其实上半身就够了，因为只会拍到上半身。太重了吧？残雪在我头上。残雪。等你站起来看看。起不来。可以啦，真的，我啦游泳，很不冷啊。现在自己在打缆车，然后地面上已经有很多人，已经有很多的滑雪的痕迹了。很多人会很早很早来，可能缆车一开就来，或者是他们会开到山上滑那个压完雪之后的第一个痕迹，那超酷的。看现在已经有很多条痕迹了，很美。到港多拉的上面了，然后它这边有这半山镇的雪景票可以花这一边，然后如果要花全山的话，这边还有另外一条在我后面这边，有人是这样子走上去的方式，走那边就可以花另外一边这样子。然后其实要往另外一座山这边啊，它这里其实蛮多很平的路，所以它这里其实蛮多很平的路的，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要拖板下来走一小段。或者是你知道这里有很平的路，上一段的下坡你就要不完全不能停止，不能刹车的刹下来。可是因为我们第一次来，我们不知道。然后我们刚刚搭两人的 lift 上来，然后走这边上来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小餐厅，所以我们今天中午来吃这一间望洋庄。那我们今天中午来吃这一间望洋庄，在两人 lift 的搭上来这边。那我觉得二十谷滑雪它的雪况很好，
因为每天都会补新的雪，所以每天滑起来都很开心。然后它有绿线的部分啊，因为我们现在是二月，正是旺季的时候，所以都会很多人。因为我们上次来是四月，就没有什么人，雪也是稍微硬了一点。然后这一次雪季来的时候，就真的很纷雪。然后到上面的时候，风也是很大。那你觉得哪一条最好玩？你喜欢哪一条？因为我们这次虽然是买前三卷，可是我们这边我们没有去到，因为我们这边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方式到过来这边。但其实全三卷的话，还有还另外两个雪道，要在这个最上面那边去做那个雪场走路。对，所以我是蛮建议刚入门滑雪的 beginner 的话呢，其实可以买半三卷，或者是点数，或者是小时卷就好了。对，因为像我朋友他们啊，就是在这里滑，就在这里滑，一直来回滑练习而已。因为即使是我们的话，这一座山移动到另外一座山要用走的，其实也。而且我们对这个山不熟，在不熟的时候，我觉得买半山卷是还不错的选择，又比较省钱。就是先买半山卷，然后还有，如果要在这边滑雪啊，省一点点的钱的话，可以买半山卷就好了。一日卷或者是点数或者是小时卷。对，然后它这边啊，因为它是说可以夜滑到七点，可是它有的雪道可能因为天气因素啊，它可能四点七就关了，它没有真的到七点，所以我们就刚刚就都没有雪可以滑了。对，没有 lift 可以搭。其实像我们买全山卷的话，其实也非常多的 lift gondola 都没有开，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到其他的雪场去。对，像上面那边也没有开啊。对，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过去。那我自己的话，给来这边的滑雪新手建议呢，就是可以选择两个地方。第一个地方呢，就是从这边搭这个蓝色的，这个地方呢就是租雪具的地方，搭这个蓝色的上去到这个地方，这个是 lift，然后滑这个绿线下来，这一区块很好练。刚接触滑雪的话，来滑这边很好。第二个刚接触滑雪的呢，就是来这个地方 ，Niseko Village 这个地方，然后搭这个 Family 上来，一样搭蓝色线上来。这一区的绿线也是非常好学习的地方。可是这里太窄了。对，会有非常多人，所以要小心一点。所以这边比较宽。然后这边的拍照打卡点的话呢，就是要从这个地方搭这个蓝色的线。上去到这个地方呢，这里就是拍照打卡点，就会有那个温度计。然后这里这条虽然看起来很长的绿线，但是它很平，很平的话，其实相较来说是给高手去滑，他们才会可以用很快的速度通过这里。哦，你看这边就写了9度、19度而已，很平。那我们刚刚有滑到这种野雪区，非常松。然后那我们25就到这里，希望下次有机会再去别的雪场介绍别的雪场给大家看。现在刚好是逛季的时候，餐厅都订不到位置，完全没位置耶。在这里跟北欧滑雪，我觉得差别有一点很大的就是这里北欧没有的，这可能是非常大的重点，很好轻松学习。而且这雪道那么大，然后都没又没有人，又宽又大又平缓，因为在北欧它高山很少，所以雪场呢不用很高，而且它纬度比较高。所以它雪场不用很高，就非常多雪。对，然后很大又没什么人，那所以在这边呢，就是风非常大，就是远处就可以看到那个风飞过来，飞过来之后就可以要准备迎击那个风了。可是北欧真的很冻，日本就是有 ski in 的饭店很多，所以在周边都是有很多饭店，蛮方便的，只是贵的些。不过我们还是很喜欢这个雪场，因为我来了两次。大概一个多小时，然后在这个小樽运河也是大家都会来这边拍照的一个打卡点。对，哦，小心哦。那小樽运河呢是在当地的一个代表景点，那它的运河总长呢有到1.1公里。看它这边全部都是那个仓库，对，现在都是餐厅，红砖仓库。那以前呢是金融跟经济的中心的象征，那后来因为战争的关系，那这个运河呢它就没有作用。然后我们还有去那个仓库里面喝酒啊，酒吧很漂亮。那我们在路上的摊位这边买了鸡蛋糕，你看，你给镜头看一下，好吃吗？那你吃吃看，热热的感觉，好吃啊！你也萌。又有一个摊位，来看看卖什么东西，炸鸡，
薯条盖物，章鱼烧。然后阿丹现在就章鱼烧一起吃，在那边弄。哇！来到这边呢，就是这样，这一条街，然后就边逛，然后边看有什么想吃的就吃一下。然后想喝的，然后还有甜品，然后那边就还有一个哇，烤的螃蟹，很香的。章鱼烧，看它会动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现在走到这个是。小樽的童话十字路口，就是我们之前来过的。我们之前来，对，我们之前来是在晚上的时候，随时是白天，漂亮。我们现在已经在小樽的街道逛街这边，它这里有一些像市集啊，可以吃东西的店，然后它这里一进来就有很多间。那这大小跟昨天的那些不一样啊，超大只的。它这里一进来啊，就是有一些冷冻的，然后还有海鲜，然后还有内用位置的熟食区。然后它这里的熟食区就蛮丰盛的，有生鱼片、冻饭啊、寿司啊，还有一些拉面啊、烤的海鲜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就来这边吃个午餐吧。我点了一个味噌拉面，还有鲑鱼卵寿司的南北寿司的，还有这个小的碗，这好小哦，迷你碗。逛一逛，然后逛完之后我们会吃一间螃蟹火锅。对，这一间是我们来北海道几次，然后都觉得想要去吃，可是却花不下去。对，好，然后这一次比较多人，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吃了。因为我们要去吃的地方是顺路，会经过李小璐，然后再到火锅店，所以就来看看。